兄弟们，复制一下老陈都说什么？我看都没看到，慢一点！这帮臭妹妹，什么？今晚留下来，好累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这帮臭妹妹今晚都留下来。我不留下来，此刻。可以可以。老陈乱看啊，两块。哇，好臭！快一点，大哥，还磨磨唧唧，这你妈呀！我连饭都不想饭，哇！我操！我靠，好恶心啊！我操，这个味道，好恶心啊！我们走。然后给个钱，他这是按摩吧？好，挡住了，让我看一下。成功了！你妈！我他妈要吐了！对吧？这个颜色都。这颜色怎么发乌了？这个颜色都是发乌的，看到没有？老陈哥，老陈哥，现在看你了，老陈哥，好不好？我在拍。拍一个多年的哥哥。我操！不用看老陈哥了，老陈哥今天让他们这个大眼睛，全在那前面。没事的，老陈说。哎，我们要不要？我们有个下单的，那个王志和，我觉得我也行。多大你还三分钟？还三分钟呀？就是等 PK 了，老陈哥给你两个超火。你现在等会三分钟结束就吃呗。好，感谢我老陈哥。感谢。离远一点。哇。欢迎明年见，欢迎大家。这个太苦了。鼻子堵着的，我就这两分钟了是吧？别又有人到，有人说滚刀，两分钟就把它定住。说了，兄弟们说八点钟就八点钟。王志哥很香，很香，试可以试一块，不要，试一块吧，那一块子，我给你们要一块。还是那种跟臭豆腐一样，闻着香吃，闻着臭吃着香，你试。真的假的？闻着臭。你试试。我不信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哥，这波鱼吃这还讲起了，这么多兄弟，肯定香啊，对不对？欢迎睡觉。感谢那不扬烟火的赞助推荐，感谢烟火哥。还有一分钟啊！多少积分啊？真的好看呀！够了吗？时间到了吗，兄弟们？时间到了，扣一波到了。快没了。好嘞，我积分了，我真。好，到了，吃吧吃吧吃吧，红哥，到了，开始了，吃这个，脖子歪了，我的，我师傅要吃这个，这个王胜和麦克的鱼真的很难吃，脖子都倒过来了，这久远限定这个帽子还在里面呢，我沉太久了，天哪，我师傅，那小姐媳妇就那面墙干住了，看到没有？什么？干住了，那面墙干住了，时间久了，太久了，时间，时间太久了。是的，不然你们怎么搞？你看全干了，全干了那个。我已经预估的很，已经八点钟已经是那个了，不然怎么办呢？欢迎修之凝望。我们看的吃点，一点都不干。一点都不干。不干呀。那我就再第一个小时，我操。不是。我可以考虑去按什么？按什么？参加了你也没办法，你们可以接单的一个火箭一个王者和吃怕的不够吧，可以啊，一个火箭我票挑战一下，我的有没有挑战，有没有哥哥挑战一下，一个火箭一块王者和，我跟那里还有菜，我跟有没有哥哥挑战一下，那个味道真的是好，欢迎大虾虎虾，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，给谁按，给谁按，谁按，但是再臭也是湿的，是什么臭，真臭啊，加了点水，什么味道啊，小哥，他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有点咸，有点咸，再倒点水下去，不咸，他做出来也是吃的，其实
饿了什么都会吃，知道吧？你们是没有，你们这些所有女孩子都没吃过，懂吧？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收礼物，就跟我一样，一人搞点饭，搞点豆腐试一下，尝一下，尝一下人间的滋味，知道吧？洗脑，真的。真的要感受一下，哪怕是一人尝一块，真的信我。我问他师傅，我坐在那里看你吃，闻这口不香吗？你们敢就吃那么一点点，知道吧？不用吃太多。我想问，这个是你自己一个人干掉吗？还是怎么说？什么呢？这就是你这一单这一盒都被人家买了给你吃吗？没有，就没有一个超火就一块。哦，这个只有都是要到一个个都有大哥守护着，一点苦都不让你。有人会买。他们怎么成长？我点名批评一下你们直播间大哥。还好我没大哥。三十哥也是仁慈，还给他们买的让他们吃，让我的话饿死他们，舔盘子给我，还要收拾碗，凭什么？小哥现在是气，刚刚自己没吃了饭。我不错。这是计划。不能仁慈，你知道吧？这些人的话，我对你没有仁慈啊。所以我在成长啊，你看我的，我觉得。我靠，这王者和拌饭也太香了，看起来。我靠，这个味道。我活动搞死你们。好像闻到我的习惯了、啊、记住你们一个个的嘴脸还是很恶心的，有一种腐烂的东西，就是那臭水沟的味道。这儿啊，你刚拿那个笔呢？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所以我在成长了，是吧？是的，打了反胃了。行，雷哥哥，你好好直播，你在看他干嘛？直播间没人啊，都在搞，都在去蹭他搞的节目了。有，毕竟让他们所有人吃苦头，知道吧？现在都在看我吃饭，像关猴一样。你们八千，最高的时候八千五、八千六，全都在看你了。这很臭，真的很臭。真的很臭，我操！我他妈刚刚闻着都想吐，别说吃了。真的麻了，有时候叫习惯，就是你每天吃苦，每天吃苦，吃苦吃习惯了，觉得很幸福，突然之间幸福的幸福来了，太。我们有没有哥哥一个超火，把一罐干掉，真的。我操，这么猛啊！真的，一个超火能把那一罐干掉。你尝一下。我想吃一块。你想吃一块？我想试试。有没有哥哥一个超火一罐干掉？努力不退。因为有些臭豆腐。现在桑桑的子来。尝一块给他，他还会回味。哎呀嘞！我靠，你把里面不能滴到桌子上来。我们有没有一个超火一罐干掉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晚上的话，这个晚饭吃了一个多小时，消化太难了。直接一口包，不怪我妈姐，谢谢我姐啊。我们有没有一个超火一罐干掉？就只有一罐吗？就只有一罐吗？还有别的吗？小哥，这是谁的？是的，这不是我的，我的在那边，你喝我的呀。好咸。我们这里只有一罐吗？还有吗？你可以吃啊，你想吃你可以吃啊。我是想说，一会儿如果有人上一个超火，给我吃一罐。那你就把这个吃了就可以了。那你吃啊，你就够狠了，一个超火一罐，你吃啊。一个超火一罐我可以，有没有哥哥下单呢？我只是摸了一下盖子，手上一股臭味。爷们，不对，那个叫什么？吃这个汤里，吃汤里，汤里。来吧，试一下。我试不了一点。三三尝一下呀，有没有下单？有没有下单？又臭又咸，我感觉都能吃到那个里面有一粒粒那种盐巴。都是盐巴。粗盐，粗盐，粗盐。你整罐一包下去的时候还有点汁。我有汁，有汁。吃了一点点还是一整块？欢迎钓鱼哥，欢迎大虾虎虾。没有，就是一整块吃的。什么？王八包有二十多天？哎，假！二十多个天使。看得我震惊表情，逐渐加深。
在下雨吗？对，要不要去唱？算了，我还是闻一下就好了，闻一下我就已经不想唱了。开始是抽的那个，欢迎不是大是胖啊。他热乎一在线。这些说没闻起来臭，但是很香。你吃过没有？主要是闻烟，你都没吃过都没感觉。幸福圈抽的，幸福圈的冰晶。这些臭不叫臭臭。它好像有那个臭鳜鱼的味道，我来了一个。欢迎妙哥。我就说今天太搞多了，我们现在搞这么快，你就搞这一个菜就好，让他们都吃吧，最后就我没吃。我去称一下，看我吃的很香。开一点，我去称一下今天有多重，我去称一下今天有多重。五哥，我称一下，有没有秤？我称一下，我今儿有没有瘦这两天？啊，我说我称一下，我有没有变瘦？我靠，还胖了，我去！是不是秤坏了？秤是不是坏了？秤是不是坏了？85斤呢？85斤。我靠，这秤坏了吧？我日！开好了，下来。晚上的节目，要不要帮忙？欢迎吴阿姨，我要把你弄那个吧。不用，这没地方放的。啊？不就是那个吗？不用。帮你拧那个。你去直播呀。我也没想。你这么直播呀？你这么不是来做打杂的呀？看你自己。现在没有弹幕。怎么可能会没弹幕嘞？那是因为你们俩的话题，跟他们聊。五星过了没？过了。你找的话题跟他们聊，听见没弹幕啊？找个话题跟他们聊一下。你的任务就是要直播，你的任务不是打杂，你知道吧？把直播间的人给他陪好。
对啊，没有弹幕，现在有了。那个。你昨天别住台球桌了，昨天已经住了台球桌了，昨天已经住了台球桌了，昨天已经住了台球桌了。昨天是拿回去，哦，在那，在这呢。上发错了，睡在哪里都行，我要不教室睡哪里都行。哦，花季子蜜粉到了。花季子蜜粉到了。大开呀、啊，这开价有点挺大呀、啊，这纸都已经用了一卷了的。我还不能用纸吗？太他妈懒了，我操！太难，我怎么用这纸啊？台球桌，他们天天要喝茶上课。还是住台球桌吧，我习惯了，峰哥，我习惯了睡台球桌，我习惯了睡台球桌，我不想去那个房子，我有点，就那种我看到有很多东西的地方，我有点不喜，就是说感觉有密集，因为我感觉我要收拾他们，我要脑壳不疼，我喜欢简单的地方，就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可以随意我搞的地方。怎么打开呀、啊？我靠，我打都打不开。啊，这样打开的。十个人呐、啊，得多少气球啊？现在说是抱儿子，谁知道嘞？昨天那个车还没解开呢，有彩一个。
上面写的盐菜也放。哎，我们来拆快递，唱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啊，镜子，我买了一个镜子到了，买的镜子到了。我一直都没有镜子，我这晚上买了一个镜子到了。行，让开点吧。你变丑了，我怎么变丑了？你说清楚，把话说清楚。哎呦我操！这周日你有时间，欢迎这周日你有时间。我操，腿夹不断呢，我操！夹不爆，咱俩让他们这样夹嘛。真夹不爆，我操！欢迎雨儿哥哥。不用说，不用说，不用说。夹不爆，我操！那你给我熬一会儿吧。是吧？对对对。欢迎小浪漫，欢迎小浪漫。有点冷，我在衣服外面套了一件衣服。这件衣服还是我以前给我弟买的，没想到现在给我自己穿了。你上厕所也忙得很呢，我在厕所忙什么我都不知道。然后那个我奖励的话会一件比较实质性的东西，至于直播间的大哥给你们的奖励的话，真的说实话无可限量，怎么回事？奖十，懂不？他们要干嘛？所以说极有可能会有大哥站出来给你们颁奖，比如说哎，我想跟冠军坐个飞机，只要他夺冠了，谁冠军我就上飞机，谁要结果谁刷他一折，懂吗？所以说还是可以有意思的。又玩不了几个了。怎么说要玩？要玩 PK 要是干嘛？你徒弟又弃权了。他玩不了。他玩不了。怎么说？他都说我在你直播间好看一点，最后调一下你的美，调一下美。所以他的不一样，他们不好看。差不多。我操！我怎么搞的马屁呢？我去。他们说我脸大，让我看见瘦脸。嗯。我去，太恐怖了。有没有知道刚刚说了什么呢？我都不知道刚刚说了啥。昨天都说啥来着？往气球大乱斗，怎么回事？峰哥，你听到是什么了吗？我都没有听到。哎，所有的妹妹，我希望你们把情绪调理一下。我知道昨天晚上你们睡得很晚，有些人已经变成这，我都感觉睡了，能不能把状态拉满呢？作为一个主播，状态啊，亢奋好吗？啊！一起呐喊，一二三，啊！别搞得说实话，别自己打鸡血好吗？加油，开起来好吗？我不会加。因为还没到下班时间，现在刚刚开始。说了你们不要播那么早，播那么早干嘛嘞？你比我开播的早，睡得比我还晚，你们是真牛叉。你现在没我开了吧？装什么一个的，天天播那么早，现在没我精力旺盛了吧？完了接活，你们呢？一个个的话就你看，一个。一个怎么回事啊？一个个的，我们气球怎么玩？我再给你们讲一下规则，请大家听清楚。初始是两条命，记住。两个飞机加台命，懂了没有？有两个回合，中场有个加气球、加命的环、续命的环节。气球踩完了出局，好吗？懂了没有？没懂。
挂压具会有丰厚的奖励，这个挂压具就是我来提供奖励，同时直播间也有大哥有可能会给你们颁奖，至于是哪位大哥给你颁奖目前无可奉告，因为极有可能会有个超级神豪来直播间给你们颁挂压具的奖励，也许冠军获得天使，亚军获得超火，或者季军获得两发火箭，极有可能，有可能会超级神豪出现，记住了没有？所以我希望大家的话一定要踊跃拉票，就是未知的东西它是最恐怖的，你知道未知是最恐怖的，极有可能会有超级神豪会站出来第一名和你颁天使或者说超火，极有可能，听懂了？听懂了没有？额外还有我颁发的奖励，双重奖励，这一轮你们赶紧拉票好吗？这帮人我给你放 mute 吧，放 mute， 你们别待在温室里面，你们都是温室的话，拉票，就会拉票是多气球，促进你们成长，好吗？来出来，多票就会多命，是吗？其实是两条命，两条命。小哥，刚才好像是就一个命就是，然后一个飞机一条，两个飞机两条，三个飞机三条的，是这样吗？我要开始。一个飞机一个气球是吗？下面转。一个飞机有一个气球是吗？我还是这样吧，上次这样，第一条命是一个飞机，第二条命是两个飞机，对，叠加的，不然两个飞机命，我操，你搞个超过十人命，那你也踩在什么时候？我的天哪！确实这样，爹，那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初始是几？不要待在温室里面，各位妹妹嘞！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见彩虹？不淋淋雨，怎么能成功？加油！哎，还得搞不上来吗？这个？蓝牙已连接。收音模式，没事没事，快音模式，蓝牙已就绪，蓝牙已连接。锅子给它一翻，锅子给它一翻，外面又起风，今天淋雨，但一下干了，你全感冒了。不是还有一个朋友，他说，还好俺不是韭菜。都怪你，你说在夏装，没让我在长袖。多了吧，我说下雨。你说让我在夏装。今天晚上冷一点，明天就热，明天就热了。热了。你刚才说哪里啊？我物料说自己吃。成为一颗韭菜不好吗？这两个字可以念吗？韭菜绿绿的，香香的，还能炒鸡蛋。啊，走了，红哥，晚一点再做，有事出门。我这个有事干嘛的？好的，我马上这样，酒店之间的话，我这老陈哥能不能讲一下？就是一个飞机拥有一个气球，就会多一条命。第二条命，第二个命是两个飞机，第三条。不是说两个飞机一条命，哪有一个飞机一条命？不是，第一个命是一个飞机，第一条命，第二条命它就叠加两个飞机。嗯。哪里啊？怎么可能？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:24，各位漂亮的小姐姐，各位勇士们，今天尝试一下吧，韭菜也挺好的，韭菜炒鸡蛋，它不香吗？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韭菜炒鸡蛋了。听我只说一遍，新来的朋友用心听。初始命是我是你弟弟，每人会有一个气球绑在自己的脚上，马上就会发给你们，你们绑好脚上面，然后你们每第一条命续，第一条命是一个飞机，第二条命是两个飞机，跟上次规则一样，这个游戏是非常好玩的。我希望你们踊跃的去拉票，冠军不确定，季军有丰厚的奖励，不确定，它是叠加的，第一条命是一个飞机，第二条命是两个飞机，第三条命是三个飞机，你说到六个飞机就有三条命，知道了没有？你说到十个飞机就有四条命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没有？如果还不懂的可以举手。欢迎面儿哥。OK， 那你们现在抓紧时间，所有人准备领取两个气球，自己绑腿上面，这是两条命。活动即将在9点之前正式举行，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拉票。这个游戏的话，注定着你们冠军的诞生。
肖哥，怎么算命来着？一个飞机一条命，两个飞机。第二个，这是六个飞机三条命。第二条命要两个飞机，第三个飞机是两个命。第三条命的话需要三个飞机，第四条命需要四个飞机。别说了，兄弟们，帮我。四个飞机是四个飞机啊。现在开始了吗？拉票啊！现在已经开始拉票了，希望所有的人都拉票。今天的逛夜积极的话，奖励非常丰盛。抓紧时间，我徒弟最烦恼也。就是说，我们有很多面的话，我们有很多面的话，就有可能往前冲一冲。我们有没有家人没有回避吗？龙哥嘞，龙哥，四个飞机是两条半米。没有大哥送飞机的，屠龙哥，屠龙哥，屠龙哥，帮忙上上飞机啊，屠龙哥。我跟他说脚没事了，已经上晕了，马上就好了。谢谢我爹你哥的小画家，感谢我屠龙哥的上上飞机，感谢我屠龙哥。两个战飞机牛逼，兄弟们。我觉得这把玩意儿带你们玩了，安排的冠军啊，我参加不了。我说个良心话，我参加不了，确实很有收益，不管是从节目还是整个节目都很有，大力支持我们的节目。我希望值得各高校学们来吧，叫我们哥把命保满，让他坚持到最后好吗？让他夺冠好吗？拜托了，兄弟们。冠军不冠军无所谓，玩的开心，给我高考保命，感谢。烟火哥的飞机，谢谢我烟火哥的飞机，三个飞机的同济，大家们牛逼，拍一首行吗？兄弟们拍一首。我觉得可以拍一首。拍一首，帮我凑满十个飞机，兄弟们拍一首。十个飞机的话，你基本上可以去到原始点，到最后八个。兄弟们，龙哥，龙哥，我需要几个飞机，我要搞几个气球。龙哥，目前我方已经收到了 N 个飞机了。不知道你们的小姐姐有没有收到飞机？谢谢我龙哥66张办卡。谢谢我龙哥66的办卡，66366366，400块的差不多，我396，496，400块，四个飞机。感谢我龙哥的4个飞机。三个飞机两条命，六个飞机三条命。兄弟们，我还差三个飞机，还要三个飞机，我想要多加四条命。感谢魔女的分享。感谢魔女的分享。第二条命需要两个飞机，第三条命需要三个飞机，一直可以。也就是说，你收到十个飞机可以加四条命。大哥们，有没有再帮我来三个飞机的？我要跟所有家人们怎么说呢？我说这个的话，抬一手，兄弟们，拜托了。欢迎景哥。六个飞机三条命，加上我初始的命，初始的两条，现在一共是五个气球了，对。我看有五个气球了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还有三个飞机，人家都五个气球了。感谢我命哥的小画家，兄弟们，我还差三个飞机。我还要三个飞机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谁来给我上三个飞机？兄弟们，感谢我红卡拉蒂的两个飞机，感谢我红卡拉蒂，感谢我红卡拉蒂的两个飞机，兄弟们还有一个飞机。希望所有的小姐姐全力以赴，对这个环节游戏非常精彩刺激，希望每个人都用心参与，就是干，坚持到最后，夺得冠军，获得丰盛的奖励。今天晚上这场战斗的话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有未知的奖励，这一点是你们无法想象的，有可能第一分两个天使的奖励都有可能。有没有大哥给我来个火箭？我也想你啊，我是一个火箭，
搞飞机弄命，搞飞机要命，就是他们在争取命。重一重啊！我不知道为谁要，我就不要了，不知道怎么要。走 OK， 怎么啦，亲爱的？他们在要命啊！我不一定会有，我要也不一定要得到。我是觉得我喊呀喊不一定能喊得到。他们在要命，一个飞机一条命，两个飞机两条命，三个飞机三条命。我玩啊，我想玩啊，但是我没有钱呢。就像昨天吃东西的时候，那么多人，我都不往上退，因为我没有钱啊，没有钱往上凑，也没有钱买。那你能送我一点吗？青阳哥，你能送我几条命吗？关就关吧，你能送我几条命吗？没有，他是这样堆积的，一个飞机两条命，一个飞机一条命，第二条命就要叠加了。第二条命本身要有两个飞机，但是加上第一条命，你要经过第一条命，你才能去用到两个飞机拉一条命，所以说就是三个飞机一两条命，三个飞机两条命，六个飞机三条命，这样子叠加来的。你会送我一个飞机吗？跑都跑了。那个说不要一下怎么知道没有的那个小哥哥，你能，我问你要，你能给我一个命吗？你能送我一条命吗？加第一条命需要一个飞机，加第二条命需要两个飞机，你对第三条命是需要三个飞机，但是你要先经过前几。你先经过第一条命，经过第二条命，经过第三条命，你才能有第三条命三个飞机。对，你不是说直接四个飞机第四条命。我一会儿就只能拼什么了。有没有大哥弹一首？有没有大哥弹一首支持一条命的？如果没有的话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一会儿只能保护住自己的亲友的了。为了保护住那个东西，我可能会受伤，我可能会冲撞，会拼。那我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我只有来。谁给这个地无患解开了？
没有，就人家几个。他每次都就是每次评判我，半个卡随便喷。你说的是对的又能怎么样呢？你说的是对的 OK， 然后呢？对，你说是对的，然后呢？对的事情那么多，我每一个对的事情我都要去做吗？对啊，对的事情那么多，每件事情每个对的事情我都要去做吗？对不对？现在好一些，虽然现在比以前好一丢丢了。对的事情很多，那么多我都要去做吗？第一条命一个飞机，第二条命两个。你对，你对就是了。第四条命四个飞机，你几个机啊？那加起来是个。为什么我没有？我在等你啊，等你的飞机呢。你先开个头，我们就有第二个。你能开第一个头，我们就有第二个。也几条是吧？没有，一个飞机没收到是吧？好嘞，没关系，没收到正常。你收到飞机没有？你没收到，你收到飞机没有？没收到，你收到飞机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谢谢我天堂哥开通了六个月的钻粉啊，天堂哥，你收到飞机没有？收到了。几个？一个，四条飞机。收了十个飞机是吧？可以，很棒。控制心态也是一种幸福。你们没有收到的没关系，这个细节继续拉票。你们陪我。我自己收到飞机没有？好，你们陪我，你们。对，没事没事，你记得要回去。你们把我天堂哥给天堂哥。现在也是一种幸福。下面再跑一层，五楼，下面再跑层，高的。这么多人进来都不说话的。我最鬼，我一定要陪我，我不管，我一直。谢谢天堂哥开通了六个月的钻粉，感谢天堂哥。谢谢。见过。梦林太姐来了。你多说点，我们不就有人说话了吗？用户哥，不行，那就是说收到了三个飞机是吧？很厉害，老三哥很保守是吧？感谢三人哥的大铁皮飞机，谢谢三人哥的铁皮飞机，我有一个。我不怕呀，我随便你。感谢三人哥的大铁皮。我有一个。
在医疗条件等等的伤害人员呢，那可熟人的奖金应来手上。感谢三人干了大点免费金。离得太远了，现在。所有人把汽车里的出事给撵着，准备保险柜。在出事一共是两条命，所有的妹妹准备一个命，就是一个飞机一条命。保持气球。然后几个空姐？两三个飞机两条命，三个飞机两条命，四个飞机不是六个飞机三条命。那你给我上点嘛，二四幺哥哥，你给我夸夸上十个飞机，我不就好几条命了吗？没有啊，二四幺哥哥。你们说丑的时候，你是真的丑了。那是我的原因吗？那是因为你不给我上啊，那我才没有票嘛，才没有命嘛。我没有命是因为我的原因吗？啊，你说对不对？你舍不得给我送，可不就是没有了吗？你就给我尝个啥东西啊？我尝个太难了呀！我尝个这个游戏，我尝个。一级水月大哥。有两个男的大哥，大哥等着你呢。其实我们就等着你呢。我不讲理。四个是吧？我不就等着他来送吗？对，一个小孩两个。那我没有命，确实不是我的原因嘛。大哥，是大哥不给我送啊。大哥，我们冲一冲，送十个飞机，咔咔就有几条命。看我一最好的同事在。一级都是小号，大号是满了的，明白吗？哎，明白。其实我们家没有命，不是我的原因，对。等一会儿，一个火箭把刚才的，不是吧？这还可以收回？这个还能收回吗？这个能收回吗？他可没有讲哦。但是如果被收回了，那也不是我的原因吧？是我们家哥哥的飞机不够，够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有很多很多命。欢迎小迷弟。好了，送好了，好了。几个条？下单让你不要，可以的吗？我问一下，于总，这个还可以收回的吗？命？什么？命还可以收回的吗？就是比如说有大哥送一个飞机得一条命，还有另外一个大哥送飞机，然后把命收回。可以，那你吉利币你自己去吃啊。六个钱是吧？还可以收回的。妈耶！好可怕。我是不是应该瑟瑟发抖一下？我靠，还可以这样。欢迎耀后哥哥，欢迎耀后六三六五三哥哥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只有三个气球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我们有三个气球。感谢潮巴西的点赞，感谢潮巴西的点赞。我也想穿拖鞋踩吧。我都把钱卡没卡。对呀。你已经在娱乐的洪流了，他们在洪流里踩气球啊。你们看到踩没有？人家没有眼睛踩，大家哪有？真好看，搞掉了。多大点事儿？你就是想让我把它弄掉，对不对？小事情，小事情，搞掉了有没有奖励？我已经把它弄掉了，哥哥有没有奖励啊？奖励两条命吗？可以奖励第二条命吗？如果我只有
有三条命，我怎么打？如果我只有三个气球，我怎么打嘛？如果我只有三条命，我怎么打？欢迎小七哥哥。欢迎峰哥，欢迎二零二四。有没激光头？我都认识，现在就绑了，现在就绑了。欢迎乘风破浪，远走离月幸运。那爱丽丝射了几个气球？一个。射了一个就可以，三条命来了。六个，六个气球，两个脚就行了，可以吧？那能给我两个吗？我操，九妹收到了十个飞机，真有钱。家里环境老就是不一样。谢谢我汤圆哥哥。我零八哥哥，哎，收到十个飞机，这个要自己绑吗？十个飞机，我的天哪！九妹收了十个飞机，我的天哪！九妹收了十个飞机，九妹，九妹收了十个飞机，我的天哪！可怜的贝贝，想玩也不能玩啊。贝贝说：“我收了二十个球，但是我不能玩。但你那边可以收球，我替你玩呢，对吧？不玩收，太蠢了。没事了，他都能不能我给他抓你上腿上面，给他收一下嘛？几个球？慢点跟我讲啊！这都是玩的吗？没有，我说那谁手机挂他大概你一年把这个我们的手机你是一天跳多少次？这小卡手机说实话不心疼摘的。一天我能看到最少掉三次。我的汗。睡不好的梦里。慢慢的融合给大家。丑今天被扣了两分。来，猫猫，浩轩，前两天，前两天几个钱？老三子，三个，接了零数，进了零，看人晃晃的，看的人。这半年了，一个赚了两个飞机，没有赚了赚两个飞机。啊？没有赚了赚两个飞机。哦，那我再出了一个飞机，我就看人家了。对。因为去哪里了？因为他好像的话是学习上有点事情要去处理，所以我没有时间参与我们的活动。这个，这个，不是你的雪崩了你还玩？雪崩怎么就不能玩了？人家对我们的尊重，对我们游戏的尊重，还就要参与，加油！还有，现在我不能问的钱问题，我现在才想对吧？欢迎峰哥。谢谢我峰哥的克拉摩天轮，感谢我峰哥。谢谢我峰哥的水晶飞机，谢峰哥的克拉玛特，感谢我峰哥的大名，谢峰哥，谢谢我峰哥，谢。你们都给我拿优卡呀？我到底是什么粉？还有我的腿毛粉呢？腿毛粉怎么给我啊？腿毛粉怎么给我啊？还有腿毛的呀？还有胡子呢？黑面哥。黑面哥。我现在就有三个气球。不抓你不打 IP 呢？就是要有钱呢。谢谢柯南乌大哥的潘多拉魔盒，欢迎各位家人到来欢迎。本期节目叫做蒙眼看气球，每两个飞机当中就是命运两条命。然后通过的话，哎呦，气球做的不好，走路都走不了，不好，给我，给我吧。你会成为公主，我知道。那你送吗？这个，这个是昨天的迪克搞的，送吧。这个好像不能。谢谢我峰哥的大力支持，感谢我峰哥。谢谢，向你支持的。你问肖哥可不可以、啊？不然的话，我多拿一个，他说我做。爱丽丝，你还找套鞋穿的？你拖鞋穿的？
为什么要套鞋啊？你穿拖鞋怎么踩？别人踩你，踩你一地。那里有套鞋，别人都穿拖鞋。还有门眼吗？什么？对。你踩，你这一下就掉了。这是袋子里面找。要放低点，不能放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啊，这里面。放低点。放地上，那放那。快些在哪呢？怎么找？还没记，待会儿继续记啊。我们活动九点钟正式开始吧，还九分的时间。只是一起进去还是分组进去？所有人进去大乱斗。十几人一起进去。然后继续继续干。这不是那样吧？这个不好说，我不会自己，再说我不会自己。那我求求你们。我这在电视机报头过大二里，过大二里这太麻烦了。下次没有啥的，就放下，安心一点。那口罩谁是吹口罩呀？咱们谁吹口罩？吹口罩他们在。兄弟，抢个几个，抢个。漂亮的吧？在这里。口罩，口罩啊，这个在这里。在这里，好好好。已经绑好了，可以直接进去了，已经马上开搞。对，搞起来突破了。这应该是在晒鱼啊！淤血了，真惨！怎么这两？他说那个淤血不化的话，就化脓，化脓的话要开，就是用刀子。对对对，要缝。缝低点，不要绑到上面，待会腿给你踩到了。哟，怎么样？变成四条命了？你以为我浪三米，别浪四米，也有人冲的，好吧？这边老三哥，老三哥今天能不能夺冠？有没信心？我能夺冠，你别狗啊！你们老每次的话太鸡巴狗了，人家依赖你不动，你要主动攻击，知道吧？我能夺冠，你要主动攻击，反正也是和睡人死，也不是搞点画面，可以上来一顿踩，操，干就完事儿了，不太疼了，知道吧？行不行？对呀，我觉得真信了，就是干就完事儿了。哎，强哥，我们家里面是不是还有？大爷，最近这个小爷，我脸挺有问题啊！蓝宝宝，你脸可大了，你干什么？蓝宝宝，没有蓝宝宝，我最老的是。你是不是真的老了？还蓝宝宝？你爸也没事，这么多人。他亲戚来了，他亲戚来了。谁亲戚不来？一爹他也来。容易是蓝宝，他还有蓝宝，要买几个呀？我靠，就三个字，年轻人，我的天哪，开心呐！你是不是年轻人？你说是你，是不是年轻人？要绑几个？是不是年轻人？你有几来明天绑几个？全绑上。怎么绑半天？这绑两个了，我都不来了。全绑上去，绑啥呀？你这全绑上去。你在绑什么？有钱人家也不能这样挥霍。别弯，知道你大哦。这他妈五个连在一起好烦啊，这就是命多的烦恼。为什么你那么多球？不要动不动动物好吗？收的礼物。那人也，我靠，那人也拿你兄弟，你能怎么样？那人也本事到你那去踩。哎呀，我操，他好多球啊，我靠，别得寸进尺好不好？好多。跑高一点，不然去草地上全部炸了。我也不行，这五个是让你们踩的。
我只要留两个保密的位置，今天是红护士，不用这么。我在萧景元实名的支持里，你最棒的啊！要怎么念吗？王木良那么多，往上面一点呢，确实看你。王木良，太管。绑紧点。对，再紧一点。那个上面啊，那上面，上面还要上面啊？那让你正好有个那个墙啊。人家不是说绑低一点好踩吗？是啊。啊？绑在这上面，因为你这里不正好，这里正好。一个飞机没有啊？他是。一个飞机没有啊？脚会被断的。啊！你赔我的命！我直播间怎么了？小心了。感谢哥们。这儿报了一个。给大吃太大了。别抖，大概你们这两个女人抖不过一个人，只剩一个了。啊，入室，所有人进圈。我直播间被封了。啊？为啥？为什么？露腿了。那什么了？露腿了吧？那个爱丽丝多长时间？什么了？这个拍的群体的。不是他的，是他自己的。不是我。他没有对着我，我都没有在他面前。那个衣服长了，我多长时间？我今天因为就是。我今天带了两个。你把手机不要放地上，不要放地上。所有人把手机拿手上，不要放地上。很危险的，对，太危险，随随地的话有。人好了吗？哪里疯了？没穿。他这以为你没穿裤子呢。我没有带。这是感觉跟没穿一样。没事，明天给你找点长裤。明天热死。这五个球给你全部进一个腿，跟你说啊。你热。要死要积极劲儿一波积极，跟你说。我不想进那么多。好的，必须献上去了。那你先让我踩。所有的妹妹先进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。那我这个腿上那么多球，我这个球全爆了怎么办？爆了那就对呀，有没有散了？不是还有复活的机会吗？知道了。高不高？高了吧？高了，别人踩不到。踩不到不是最好吗？你们快点进来，那个墙。我也不敢拍他，我只敢拍我自己，你们啥也看不见。因为啥也看不见，我不敢拍。还是来现场看比较好。别拍腿，对的，我怕他给我带走。不看拍，要不然淘汰的人给一个人。小杰，一下子把张。这场仗知道的话，那张。啊，是要蒙眼还是什么？蒙眼，蒙眼，你们先进去。把手机，爱丽丝，把手机都架好。我们斗地主的音乐。没事，我怕危险。所有的妹妹，所有的妹妹，全部进食。我一会儿出现问题，你们都带着。这一个差不多吧。哎呦，绑太低，哇，你绑那么高！我你们肖哥直播间看，肖哥直播间看，我的刮了，我的镜头对着地面了啊！我的，都归你。你快！好好用用那个，自己把自己眼睛该蒙住啊！所有人先进来，都进来。爱丽丝，你那个球要绑低一点，不要绑那么高，待会儿膝盖踩断了，待会儿。往下点，绑膝盖，膝盖以下。绑低了没法走路，走不了。他们都不是都这样绑的吗？你那踩断了，没事啊。这样吧，这里。那我们拿口罩呗。等一下，还有个人没进来了。等一下，他是没绑。球多了，你看吧。球多了。球太多了。那不能行，没办法。